有人吗？有人吗？那声音听得清楚吗？因为我那个手机是放在桌上的，我怕听筒那边会被压到。声音还可以哈。我知道我直播的时间有点晚，但基于我今天电影8点的电影，然后加上广告，再加上整部片大概2个半小时，所以我现在才回到家。一回到家就来跟你们直播了。嗨，主要是因为明天上午11点就要卖票了嘛，所以想说在这边直播，可以慰劳一些没有办法参与演唱会的粉丝，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台北，所以，感觉就是不来个直播不行呢。而且这感觉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例行公事。可以看一下你们的留言。我今天眼线画的也是还蛮好的，而且我画的非常的快，今天画的很快，因为我今天是出门才把眼线。就是我也只画后面而已，然后我就洗头的时候就顺便画一下，然后也没有带任何那种卸妆的，所以我必须要成功，我只准成功。我知道这个时间直播对你们来说是有点太晚了啦，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夜猫子，所以11点也还好吧。好啦，那我不太知道现在就是直播大家是比较习惯在 Instagram 还是在 Facebook， 但因为我以前直播都是在 Facebook 居多，所以我还是选择先到 Facebook， 等一下会不会去 Instagram 那边我还在思索。然后明天上午11点就要开始售票了，今年的11月16号是我出道20周年的纪念日，对，足足满20周年。其实我还会应该怎么说，就是我出道时间其实是更早的，但是我以我有一个作品来作为一个出道的纪念日的诞生，所以就定在11月16号。然后觉得今年大家都很辛苦，那在筹备这场演出的时候，坦白说心情也是蛮忐忑的，因为实在是不晓得到底这个表演有没有机会带给你们看，但就是还是义无反顾的做了。至于台北以外的朋友，你们要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看到这个，你们应该也很清楚，就是不是问我就会有答案的，所以这就是要看一个世界的趋势。然后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我为了这个新的巡演 Like a Star， 也为了20周年的纪念日出了一首单曲，同时这个单曲也是我新专辑第12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歌。那第12张专辑接着大家在9月份会陆续听到歌曲出现，然后这些歌都很重要哦，因为演唱会基本上就是会有他们，哈哈哈。有些人问说，可不可以不要老是唱一些旧歌啊，可不可以唱冷门歌？但是我真的很想讲，就是一场演唱会这么多人，一定有一些人是抱持着娱乐的心情，不见得很爱我，所以我也得娱乐到他们。你唱太冷门的歌，其实他们就真的会冷掉，所以我在歌单上有很多的考量。但是你们放心，整个演唱会不会让你们觉得说，哦，我看过青春住了谁了，或者是哦，我在网络上看过陈绮什么表演的啊，不就是一样，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当然难免会有一两首歌一样，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大部分你看一场演唱会这么长，
然后很多人都问我到底是多长，他们要抓回家的时间嘛。那坦白说，台北小巨蛋似乎没有限制太多，当然我也不可能唱到没日没夜，可是就是我应该会，我抓大概两个半小时差不多啦，也许会超出一点点啦，对。然后我发现就是每次在小巨蛋演出的时候，我的粉丝们都还算蛮守时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延误太久开场，对，因为通常我都是一定是在该上台的时间之内，我已经都是准备好在台下等了。但我通常有时候都是得等观众进场的状况。当然，我们这一次进场一定会耗费在比过去更长一点的时间嘛，就是有很多东西要登记啊这些的，反正就是为了一些卫生方面相关的疫情的规定要去遵守，所以请大家见谅。那也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腾出一点点时间，不要让自己看演出的时候这么赶。而且开场真的不能错过，一场演唱会的开场真的不能错过。好的，简直就是个人的脱口秀。好，那想必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今天是会高歌几首吧。但是说实在的，我刚有两个半小时都没有在讲话，因为我在看电影，所以我就吼吼，就是 not you know， 就整个开嗓有点不开，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天的歌喉怎么样。好，而且本身刚有吃爆米花，也是觉得那个爆米花算是一个蛮燥的食物。那我觉得就得唱一下，像是一颗星星吧，是不是？是不是该唱一下？我现在在看你们留言。我跟你们说真的，就是开场不仅仅这一次，就是说我真的觉得每一场演唱会开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有时候错过就是真的是超级无敌可惜的，那更别说我这一次的齁。拜托你们就是不要逛那个周边商品区逛得太嗨，导致忘记入场，就希望你们都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然后我也知道有些人在询问周边商品是否会先预购呢，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哦，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还算蛮爱回答粉丝的问题，所以我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就是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回答你们，但是真的没有这回事。其实我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我会最清楚的其实都是跟我的工作内容有关的事情，对。那偏偏那些事情我又不能先跟你们讲，所以就是反正呢我知道的我就会透露，我不知道我真的就不知道。然后像我刚刚讲了嘛，演唱会的时间长度约莫两个半小时，然后明天上午11点购票，然后总共三个场次，11月6号、7号都是晚上7点半，11月8号是下午3点，然后特三区是阶梯式，是什么意思呢？特一跟特二区，它就是正常的椅子在一个平面，大家是同一个楼层的。然后到了特三区以后，就会从一个平面到像电影院一样，这样慢慢慢慢的往上。所以就是如果有人他的头特别大颗，或他特别高，或是他没有很高，但他上半身超长，你也不用担心会太被挡到，因为阶梯式的就比较，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高高低低这样子。好，然后我看到非常多海外的粉丝就是非常的痛苦，就觉得没有办法来。我明白啦，就是我相信近期有办演唱会的歌手也都是跟我一样的感觉。我嘴唇黑黑的没有啊，这个吗？这是有点是痣啊，黑多黑，这样算黑是有多黑？ Excuse me。好的，我要来唱歌了。像是一颗星星，我 key 可能要调低一点。像这个 key 应该可以吧？像是一颗星星，不好听。我觉得今天歌喉没有很好。好，我再努力一次。
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最大的成就是一些人会替我记得我做过什么。我跟你讲，你们一定要来演唱会，因为 today not my day， 你知道吗？看完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然后都没有讲话，那一回到家就匆匆坐下来跟你们直播，真的是嗓子非常的像是起床的那种。我尽力了，好吧，我尽力，反正你们也知道我的实力嘛。你没知道我的实力，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在这边多做解释的。OK， 实力就是很坚强，但是 ，you know， today is not my day。好的，哎，真的声音很哑，而且就其实坦白讲，我妈真的了解我。刚我妈跟我说她睡了，然后我就跟她说我等一下要直播，她就问我说，不好意思，我背有点痒，我在抓痒。我妈就说啊，你还要直播，你不会累吗？坦白说我真的会，而且不知道你们听声音听不听得出来，我就是有一种那种快要睡觉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可是我已经跟粉丝约定好了，然后她就说好啦，那你去直播这样。你看，你们看，我人是不是很好？唉，叹什么气？哪有好好听啊，你们不要那么盲目，我 live 才好听嘞，拜托。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算是蛮，算是声音还蛮干燥、蛮紧的，就是一个就是很就真的很像睡醒的时候硬要唱歌，还要唱什么歌呢？哎，对了，这件衣服是 More Real， 就是我代言的 Paso 的联名款，这件 T 恤真的超棒的，有四个颜色。男生也可以穿，够宽。是不是有人说有点困意的声音？真的就是很困呢、欸。还要唱什么啊？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还要唱什么，而且很尴尬，因为我后续从九月开始，九月、十月、十一月陆续的，我还会有三首新歌出来，我现在又不能唱，就只能暂时唱《像是一颗星星》。好，那我就唱上一次巡演的主题曲好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很会唱，而且我还有看到关关在线上，想必他是会很想要跟我一起那那那吧。啊，我唱一下哦，但也是一个带充满困意的声音， key 可能还是得起低点。我爱是这个，诶，我爱哪个 key 啊？我低一点好了。哦、oh, ，爱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的姿态。哦、oh, ，爱，我爱着你盛开，就算泥泞走来，一路上我们多了些能耐。这遥控器。过往值得了现在，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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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就这样睡着了？我爱，不管好与坏，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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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过去变成了未来。很困。哎，不是因为电影不好看，电影非常好看，但是因为电影太烧脑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看了一个非常烧脑的影集或电影，你看完你很困，但你睡不着，就是这种心情。但好好看，你们可以看我 Instagram， 我刚刚有 po 文，
好好看哦！我觉得好像有麦克风不错，就是虽然它根本就不是，它只是个遥控器，但我拿这个来唱唱看，那个像是一颗星星好了，看会不会好一点，看会不会比刚刚好。可 key 还是得降低，副歌想想好，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先练习一下。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有了麦克风，我感觉我变得比较会唱歌，你们听得出来吗？但是它根本就不是麦克风，它就只是一个遥控器。好啦，我好累哦，但是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不是在抱怨。好啦，好啦，那他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啊？我来唱冷门歌，想一下，冷门歌，但我不会记得哎。冷门歌，而且我干嘛一直拿麦克风啊？哎，冷门歌哦，给我一些建议，什么冷门歌？而且关韶文说他已经预备好。就是我随时说我要唱什么，他会把歌词立马贴给我。你们快跟我讲什么冷门歌，我可以那个来。你们知道我现在是脑子有点像浆糊，所以我讲话会那个哦，断断续续哦。幸福的节拍不是冷门歌，是冷藏歌。冷藏歌没有要唱，有什么歌啦？哎，所以你们刚刚看了《DD52》了，是不是？因为好多人讲刚刚看的《DD52》哦，下一次微笑，可是它算很冷吗？因为下一次微笑，我后来我在年轮说的新歌演唱会今晚没有观众有唱，缺陷美，好啦，真的很冷门，缺陷美，但有点忘了怎么唱哎，可以给我缺陷美的歌词吗 ？Please， 不要再说幸福节拍啦，不好意思。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喜欢那首歌，其实是我不喜欢那首歌的我的声音，因为当时制作人帮我定的 key 比较高嘛，他可能觉得会比较有活力，然后我也没有唱不上去，所以就是会让我自己感觉就很尖锐，然后一直有一种假开心的感觉，我就非常不喜欢。可以给我缺陷美的歌词吗？谢谢。哎，我发现最近超多人在跟风剪平的短发跟染这种渐层，我非常开心哎！欢迎大家都可以尝试。而且你看这种头发，万一你要绑，对不对？其实这个长度是绑得起来的，然后它就会留一些，你知道，就是有一种颜色不一样的感觉。哎，好了好了，有吃。哎。好好好，副歌完了完了，缺陷美，拜托我，你们有看我上关关的节目，然后缺陷美的 bridge 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印象吗？这是什么？哪一段？拒绝被爱忽略。哦，好好好，哎，我只知道原 key 哎，好，我又拿起它了，试试看。拒绝被拒，好不熟哦，好。拒绝被爱忽略，这不是
这不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真的冷藏他太久了，我不熟，我跟他不熟，我真的跟他不熟。他九年前的歌耶。拒绝被爱忽略，这不是缺陷美黑，停止用理会和安慰的刺猬将我催眠，别再用爱敷衍，才说是缺陷美黑，放弃睁一眼闭一眼的哲学，我说再见。然后嘞，没了。哎，我唱完了。好啦，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别的歌啊？冷门的，冷门的。眼睛好干涩哦，有点困。冷门的还有什么？我说的冷门就是我真的可能从来没唱过，或者唱过一次。刚刚要说一次，只有唱过一次，但是就没唱过的这种。像刚刚有人点晒焦一双耳朵，但其实我很常唱哦，他也还蛮常出现在演唱会的。有人说 ，Hi Rainy, I met you when I saw you. Hi my sweethear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you are a woman with a big heart and full of talent. I love you and I admire you very much. Greetings from Peru. 你好 ，Where are you from?Where you come from? Peru? Peru? 哦，他说，哦 ，from Peru，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 Peru。那 Peru 是哪里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哪里 ？Peru， 贝鲁。哦，在你怀里的微笑还算可以，比较像是直播的时候比较多人点，请给我歌词，在你怀里的微笑。哎，有些人点一些我很常唱的，汤哦。Rainy, al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Taiwan, but you are my youth. Thank you. Hello, Idol, nice voice from Philippines. I like you so much. Greeting from Singapore. 一直唠英文是怎么一回事？请给我在你怀里的微笑歌词，谢谢。哦，眼睛有点干涩。开始越来越多人打那个英文了。哦，习惯。我好像在直播有唱过，哎，先来个在你怀里微笑哦，谢谢关关 ，Thank you so much。好，我试试看。这一支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就是一个遥控器吗？我很坚持，哎，好的。我好，应该这个 key， 我还是我不要，这样会太低，我。我不要，这样会不会太高？但是好像是原 key 耶，我低一点好了。我不要别人温柔的怀抱，太低了，果然要高一点。我不要别人温柔的怀抱，听不见你的心跳，连我熟悉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我只要你喊我一次就好，从前请你的暗号，多想再次亲耳听到，我不要别
人温柔的怀抱，让我暂时的依靠。那是段真挚痛药，很快会失效。你只要再哄我一次就好，让我可以很骄傲，记住我拥有过的好，记住在你怀里微笑。好不熟，拍死，真不好意思，很不熟，感谢歌词提供。Hi Rainy, I'm from America. My mom is from Singapore. I can only write simplified Chinese. Okay, hi.Hello, 小优。他是叫小优吗 ？Hello, 小优。We always support you here in Philippines. We love you. Keep safe. Hi, Rainy. When I'm young, you are my superstar until now. Hi, Rainy. I miss you so much. I have lots of songs of you. Hello, Rainy. I miss you. I'm from Hong Kong. Please support us. What?And hi, Rainy. I am from Malaysia, Kuching. I love you so much. 还有一个是什么？小优吗？他们是一直在叫我小优吗？嗯哼，太多了，太多了。然后还有人生日，要我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哦，有人在点歌，点一些真的是冷门的，还有什么冷门的呀？哦，眼睛为什么干干的？有人说 Hi Rainy, I'm your fan since I was 8 years old. 哇塞！I am 25 years old now, and I still love you until now. Love from Philippines. 哦，眼睛真的蛮干的。关关超好笑的。Hi Rainy, I love to sing with you. 哦，有人点脸孔，可以啊，我是有唱过啦，就是线上音乐会，但可以再唱。有人吵醒那无聊的美梦，早被埋藏在心中。有人拼凑那些汹涌的伤口，缝成了我的脸孔。这样可以吗？因为它就是副歌只有一段。Hi Rainy, I'm from Malaysia. Take care of yourself. Stay safe and stay happy always. Thank you.娜娜大师，嗨，娜娜大师 ，key 一定要跟他一样高。娜娜大师是我的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那个娱乐之音，因为我有看他的那个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因为我就是一个从第一季一直看到我现在很期待25季出现的观众，然后他居然在那边给我回顾，然后重点是他回顾好多人，我根本就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脸大概记得。对，娜娜大师，我没有应急英文，我就是跟着你知道 ，you know 这些人留言，他就是使用了英语啊，刚激进啊破音，也太多人在留言留英文了吧，好好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关韶文说 ：“Hi Rainy, I want to listen Little Smart 小聪明。那我在生日会有唱啊。哇，有人点结痂耶！
但我结哎，它叫结巴还是结痂？结痂。我好像之前的那个直播有，可是我真的跟这首歌很不熟哎，而且这首歌没有音乐真的很丢脸，真的。我可以示范有多丢脸，但他怎么唱？是哎，我看一下歌词哦。失去爱，好，失去爱，结的痂，心痛会把心坚强的硬化，再爱吧，伤就伤，成长感谢有他，我的疤很美吧，微笑只为了你的人绽放，曾经好爱的啊，再见吧，泪水闪着曙光，好像也没那么难听嘛，哈。点仰望的朋友，我觉得仰望真的是唱很多遍了。我今天就是想要来一些冷门歌的路线，大家就是可以 order 一下。哦，娜娜大师说应急英文的是关关，娜娜大师，娜娜，真的跟娜娜大师完全就是那个娱乐的那个 soul mate。我们都很爱 speed 的，然后很爱看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都是抖来做一个结尾。哎，还有什么啊？好啦，下次微笑，但是可以给我歌词吗？因为不好意思，我需要提词机，毕竟他们真的不常唱，所以我实在是脑容量没有办法那么多。哦，有人点一小节休息哦。哇，一小节休息有唱过几遍，但是有一点略难呢。如今我听着，哎，没有一个正确的 key 会很难唱。如今我听着的旋律，太多情绪只能写进一小节休息。如今是吗？是吗？是这样吗？如今我听着的旋律，太多情绪只能写进一小节休息。哦哦，如今你听着的旋律，你会不会忽然想起？我觉得我在乱起 key，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大家遗忘，下一次微笑。关关说。关关说敢不敢唱爱一直闪亮。娜娜大师我没有发疯。下一次微笑哦，有了，有词了。哎，在哪，我点了它跳开了。好。下次微笑，我感觉我好像可以从头唱。上一次微笑之后，世界遗漏了什么？怎么会突然忘了许多感动？梦过的事总有很多。头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流泪的时候却忘了为什么，淡红色指头陪我煎熬，黑夜破晓在嘴边摇啊又摇，我好想忘掉，为何烦恼对着天空大声的叫，下次微笑你会看到我真心上扬的嘴角，有人会在天涯海角种一片草原看我奔跑，下次微笑我会骄傲，放晴的感觉多么好，不放弃总会等得到我呢，熬过风暴，哦哦，
真的微笑。欸，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下一次微笑是我排除什么原声带这种东西，是真的是我第一首录的歌。欸，因为2004年我帮一个忧郁症短片去做那个戏剧的拍摄，然后他们希望我唱一个主题曲，后来就反正就唱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后来是03年还0403的样子，反正这首歌后来就放在我暧昧的专辑里面，所以它真的是我很早很早很早期的歌。哎，好好想喝水哦，但这样我会离开这个区域。哦，有一首歌叫快转，是有多不熟，就是我的歌啊。好，但是我是不是上次直播有唱啊？没关系，我再试试看。而且我到底那么坚持是什么？下次我上娜娜大师或是关关的节目，我是不是要把它带去展示一下，或是我演唱会带去好了？时间能不能好？时间能不能快转几分钟？目送你，目送，白痴。时间能不能快转几分钟？目送你开始追求新的梦，想着人挥挥手那样的温柔，是我们之间仅有的。然后，我唱太后面了，我要从前面一点。时间能不能快转几分钟？穿越到我们能再做朋友，把感情都清空，让你再认识我，或许是最好结果。时间能不能快转几分钟？目送你开始追求新的梦，想着人挥挥手那样的温柔，是我们之间仅有的。然后是我们之间仅有的。我的牙齿好漂亮，我的鼻孔好大，发疯。时间晚了真的会发疯。偏食 OK， 偏食给我一些歌词们。给我一些歌词哦，偏食。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不知道偏食是什么东西。偏食是我第一次的巡演办完之后，有出了一个演唱会精选，然后他是为了这个精选做的一首歌，其实就是跟黑色月亮是同个时候出现，只是我后来都只唱黑色月亮，我没有再唱偏食，不好意思。偏食。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歌词，但是那是我的歌吗？不是吧？天使，我在等。有一位因为之前在我高雄巡演的时候，高雄场的发生一些意外的一个领队，然后他就因为意外所以去不成，很难过，他很开心，他明天可以抢票可以来，我也替你开心哦，大家身体健康真的超重要的。好的 OK， 片时我在想到底怎么唱。我对，我不是确定 key 哦。我对感情，哎，怎么唱？这首歌怎么唱？我是不是要从前面唱？前面是什么？你可以在隐瞒什么事？连简单几个字也懒得解释。
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所以我得不到你给的糖，是或不是。抓到副歌了。我对感情很偏执，只靠你的爱我才可以过日子。你对爱不太诚实，我却总是专心被你爱是一种奢侈。我对爱感情很偏执，不靠你的爱我到最后会心死。承诺是短暂的电池，用完为止。我爱你三个字已经完全变质。很好很好，居然还记得。 I love you Rainy, I really love your voice, so lovely, I miss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是不是应该唱一下粤语版的献丑，也就是我不认识你，但是可以给我歌词吗？不好意思。然后懂得自己也是可以哦，歌词都帮我准备一下。我想要询问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要去 IG 那边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去了？现在几点啊？可以跟我说一下现在几点吗？然后我是不是要去 IG 那边了？我是不是差不多了？然后我在这边现在是几点？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因为你们的那个留言我会稍微 delay， 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及时。谢谢关关。好，找到了。献丑粤语，哎，完了完了完了，我忘记那首歌怎么唱了。啊，夜路，哎，不好意思，如果不够标准的话，请多多担待。对，录音的时候我有做好，但是 right now 的话，因为我这中间都没有再唱过，没有再练习了，所以多少都会有啲少少美美地，好冇？希望你哋唔会太严格。好，夜路在伤悲。好，这句就已经不标准了，我自己无法接受。好的，这首歌就是献丑，但是它是粤语版，叫我不认识你。夜路在，哎，我是不是 key 要改？夜路在，没那么高吧？夜路没，好像有时候要从前面唱。夜路在伤悲，好像没有那么高哎。前面是什么啊？前面的词有没有我的？不是，我不是要献丑的词，我是要我不认识你的词，因为我想从前面唱好像会比较顺欸。耶路，好，我先从中文唱，我比较知道 key。这是我的失落，没有。这是我的失落。好，应该这个 key。夜路在伤悲，烛光虽寂寂，情雨终于散，水流中失落地，是我爱不起，背叛难堪，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惨的你，哎呦，你们知道的，我真的没有在练习，那我就唱献丑好了。
哎呦，人生不同，难以计算，那每回这样，那每回这样痛，越怪只怪世界更添消息灵通。然后后面我就忘了，好啦，没关系啦，香港的朋友，唔紧要嘅，好冇？下次我唱 live 俾你哋听，好冇啊？好。Excuse me, excuse me. 有人提供不将就的歌词的意思是，请问是什么意思？第二个自己哦，第二个自己对大家来说真的超冷门的，但我可以试试看。第二个自己 ，A 段我真的忘记怎么唱，副歌好了。我只好逃，我只好逃，有那么高吗？我只好逃。偷藏起第二个自己，没关系，对你毕竟没有意义。哦 ，key 绝对没那么低，我再高一点。我，抓不到我只好偷，应该是这个。我只好偷藏起。第二个自己，没关系，对你毕竟没有意义。我愿为你去学习，忘记自己，继续努力，就活得像你爱的。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去 IG 了？我是不是该去 IG 了呢？没有人回答我这一题。我去 IG， 你们会过去跟着我一起去吗？你们会跟着我一起去吗？是否会跟着我一起去呢？我要去 IG 哦，都没有人跟我说现在几点，因为我家时钟已经坏掉很久了。现在几点啦？然后我去 IG 了啦。好啦，那我不管了，我要去 IG 咯。Go with me! Go Instagram! Have a broadcast! Let's go! Let's go together! Come on! 大家一起走。走，我们去 IG! Bye! Bye, boo!